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世的爱情会孤单行。阿边上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在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0800-2979-7778，现场电话0800-2979-777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合同树林定庆的电话0800-2979-7778。来，咱首先来看政治新闻吼。哇，这个拜六礼拜休困两天哦，哇，这个新闻哦大转变啊！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连胜文，哦，连前英后生啊，连胜文。那么，伊咧讲啦，伊讲吼，那当选市长了后吼，伊全部的这个薪水吼，拢要捐做公益啦。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新头壳，吼，台北报道。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今日24日。宣布参选台北市长，那么伊除了强调家己身体这个状况健康以之外，佫较宣布，如果伊当选台北市长，每个月的这个薪水全部要来捐助公益。那么伊吼，家己本身呐，吼，希望讲的是呐，家己会当做一个公益的这个市长，成功。义务的就对了，哈哈。来，那么这个连胜文伊嘛咧讲啦，哦，伊伫个过去三年外来吼，经历人生伊个即苦难啦，因此吼在思考是毋是讲要参选的时阵吼，伊必须大声确定家己的即个身体完全健康，
才会当担任这项的这个工课了，对啊，吼。那么因此哦，伊必须要等到二月初，吼，完整这个检查报告出来的时阵，才会当负责任宣布参选台北市长。嗯，讲嘛是有理啊，吼。那么林姓母女伫咧讲啦，吼，伊知影讲吼，传统的这个选法吼。是先发先赢啦。那么如果吼体检发觉讲吼，我无适合做担任这项的这个工作吼，哪个安呢？这绝对唔是讲一个负责任的这个人所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啦。因此吼，伊坚持的爱甲传统的这个政治操作手法无同款，才会当拖到这个哦，即马即。宣布还要来参选，因为安怎讲，拄只咱有听到嘛？林姓母女讲哦，伊就是会算安尼啊，甲二月底所做的这个健康检查，一切拢 OK 啦，哦，所以才伊才安尼放心，啊，才来宣布伊要参选到这个台北市长，哦，来，咱就我看麦。我看还佫连小煞无啊啦哈，好啦，不然到这结束，其他的一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，你说不讲，拜拜。